双胞胎耶！双胞胎，凶猛！两位好，两位好。凶猛哎！我们给你们看一下，局部啊，局部，局部，局部。这个位置该不会是？应该就是。天哪！不行了吧？不行了！头晕，更晕，更晕，跟第一组差太多了吧？不行，挡起来，挡起来，挡起来！不行，我这样，你们俩，你们俩出来了。不是，喂喂喂！有谁愿意啊？哎，我愿意。当然，先不要。你说先不要，对不对？刚刚有听到哦，要抢着要。你像前辈，你就这样抢，后来后面本来举起来又放下。这个不好意思。哎哎哎，啊，不许先放掉吧。好了，不是啊，这个你们吃不消了。对了，这个这样有经验的，这种大胸要我们来压了。对，要而且从胸化，就像修铅抽到大胸不行了，对不对？要把它化解。这个叔是有练过的。爱盖了，爱盖了。这个隔亲也不怕死。好，两位马上争取他们共勉权，敲敲谁的头？好了，两位，那么这个只要是游戏，它都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事情。当然，对对。那这个我想两位应该知道的啊，剪刀石头布，输的就赶快拿盾牌，对，拿这个盾牌啊，赢的要拿这个，好不好？木板敲的。那如果你有敲中，就得一分，好不好？好。敲到什么程度算冠军呢？看我们的心情，然后看应该是看你们的身体状况，尽量头破血流，头破血流，两个再来播一个，只要有一方他是自然倒下，不是刻意，不能像那个，不能像那个，其实有两个人，我们不用假落水，对啊，我们一人分一个，Hello，一人选一个，Hello，哎，人间难得几回闻呐，请讲。对不对？极品啊！你只是为了靠近讲这句话，那句话根本不用靠近。趁机过来看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不是也是趁机过来？当然啦，谦哥你要揪一下嘛。没有没有，要谢谢他们为艺术来奉献。对对对。哦。本人呢，代表制作单位跟他们感谢。啊，谢谢两位。不要。感谢一下，要感谢一下，感谢你。好，礼貌。预备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没打，好，那就没有，那就没有，继续来，剪刀石头布，你们，剪刀石头布，一二比，这个有带感情在砸，有。啊、小松哥真的很想赢，等一下，他是想在这一回合就把我打到死掉，然后我就不会玩了。二比一啊，剪刀石头布，3比1，哇塞，情绪，真的很想赢啦，有情绪的啦，真的有，我想怎么打都可以，不能用脚胶了，不能用脚胶，好，多硬啊，剪刀石头布，6比3，最后一拳可以输。好，7比3 ，OK， 最后一拳，赢的对方可以用锅盖。剪刀石头布，恭喜小钟哥获胜。福利表演女孩闺房秘密。哎呦，哦，古魔女，哦，6只脚，哎呦。哎呦！哦，你都看爽了，是啦！哇塞！哎呦！哦，不是吧？没有人这样起床的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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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呦，好可爱啊！哎呀，啊，这个好吃啊！啊，他就演死人的，他这是床戏的，他还看不到，我们不能看到那么多。我们站起来，收到邀请函。哇！你这里等会我处理。哇！小宗哥的笑容没有停过，大家看得出来哦，这个，所以你看用了他们这最大的危机哦，有时候变成一个很大的转机，因为大家看得出来，林莎跟我们可爱的演员，其实他们两个舞蹈是不是很会跳？第一次荧光表演，超可爱的，很 Q， 超可爱的，演员也超可爱。我也是第一次，对，但是我是第一次认真跳。但讲我才想讲演员，其实你不认真跳比较好。对对对，有时候不要太刻意。对，可爱嘛，来来来，当事人，你怎么啦？没有，干嘛？手干嘛？手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们两个算是妙手回春了。好，哎，妙手回春是这样用的吗？艺术高，整个这个心情啊，哇，整个很跳跃，活络，加入了世界啊，已经对，而且他们其实舞蹈很棒，已经到了 end of the world， OK， 对，世界已经是最后一天，哎呦，对，有这两位，你会把哪一位让给我？我会选择跟你在一起。哎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你在一起度日如年。哎，有道理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会。林莎我会让给宪哥。来来来，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哦，圆圆有话说，圆圆有话说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为什么？宗哥刚才在棉被就说：“我好爱林莎。”这样。哇！千万告诉我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啦，没有。可能吧。小宗哥，圆圆推弄亚亚出来。你们两个算是荧幕情侣，好像荧幕情侣操作了哦。但其实呢，真的。跟他有交集的，我跟他有交集是他妈妈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妈妈想跟我交往。情敌，这是真的啦。妈妈超爱他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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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他就是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不是。对对对，因为他太多人追了，哎，条件太好了。对了对了，那妈妈也不错了，起码妈妈也跟他有像，我今天相上真的很可爱，很可爱。他是你最近是不是瘦了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一样。你太久没看到我了。对对，有瘦了。他没有看到你就变瘦。哇！你像演员还出来，好了，两位，已经下班了，不要让他爽胃退。哎呀，说好，来来来，旁边就先坐，来，好舒服。哎呀。